嘅经课嚟到咧，基督复活后第六个主日啦。咁福音经课咧就系、是、约翰福音14:15-21。呢度咧系紧贴住我哋上一周嘅经课，系14:1-14嘅。喺上一次嗰度，耶稣咧就话自己系道路、真理、生命。有人认为道路系指向真理同埋生命嘅途径。有人咧就认为道路同真理咧先至系指向生命嘅途径，亦都有人认为咧道路先至系最重要嗰样。喺呢三样嘢里边，道路咧系蕴含住真理同生命嘅咁样。今日嘅福音经课咧，一开始耶稣就开出咗一个讲法出嚟，就话你们若爱我，就点点点点啦咁样。似乎咧喺呢度系列出一个条件咁嘅样。是什麼才是叫做愛耶穌，是愛上帝呢？今天我後面這一幅的背景圖畫呢，也都是講這件事的，就叫做St. Vincent Panel of the,of the Prince， 是一個15世紀的時候葡萄牙的一個畫家的作品。不過這位畫家的名字呢，我因為即是我的語言限制，原本完全沒有能力讀出他的名字，不知道怎麼讀，所以呢就無謂亂說了。總之就是15世紀葡萄牙的一位畫家的作品。為什麼說這個背景呢，是說這件事的呢？因為呢這個畫裡面呢，就是剛剛是說這個 St. Vincent 呢，即是某個人叫 St. Vincent 就掀開聖經，那這一頁呢剛剛好呢，其中一頁呢，這裡是約翰福音14章樣。那究竟是這一邊的頁還是這一邊的頁呢，我就搞不清楚了，因為這些文字我是不懂看這些這樣的拉丁文的，我看不懂。不過回來我們的正題啦，就是耶穌一開始在這裡經課的第15節就說你们若爱我，就点点点点啦，咁好似咧系即系开出一个条件一样咁样。嗱，我哋凡人咧，即系凡夫俗子咧，常常都将我哋人神之间嘅关系啊，上帝同我哋之间嘅关系咧，谂得好复杂。有时候甚至即系可能系谂得太复杂，亦都系太抽象。讲得好听啲咧，就叫做谂得好形而上啦；讲得唔好听啲，咪即系谂得太虚无咯，系嘛？就好似咧，即系谂到系同我哋人间嘅现实、人间烟火系冇关系咁样样。于是咧，有啲人就会变得咧系捕风捉影嘅，谂来谂去咧，谂埋啲咧系好不着边际嘅嘢。亦都有啲人咧系转晒牛角尖啊，入晒个死胡同嗰度咧，翻唔到出嚟。但系对于耶稣嚟讲，爱耶稣、爱上帝嘅定义，其实一啲都唔神秘，一啲都唔形而上，一啲都唔复杂，甚至可以话咧系好简单。簡單到點樣樣咧？佢呢度就係話，就係遵守佢命令咯，咁就係咁嘅樣。而且如果我哋再睇真啲呢段經文，呢一句嘅聖經啊，呢一句經文，耶穌喺呢度其實唔係話要為愛佢咧而落一個定義，而係佢形容啊，係一個形容一個 description 啊，佢係形容緊如果愛佢嘅人咧就會點嘅樣。他是说你们如果爱我就会遵守我的命令，而不是说你们若爱我就要遵守我的命令。要遵守我的命令是一个要求，是你们一定要这样做，这样才叫做爱我，明白吗？看到个分别了。但如果说会遵守我的命令，就是圣经这里所说会遵守我的命令是一个自然的流露的。如果你爱我，咁自然咧就會係咁樣嘅，即係話唔需要強迫，亦都唔會勉強嘅。勉強啊冇幸福噶嘛，我哋係人都識講係咪？即係更加唔係一個咧強硬嘅要求嚟。耶穌並冇要求佢嘅門徒係遵守佢嘅命令，即係喺呢度嚟講，而係話俾門徒聽。耶穌係話俾門徒聽，如果你哋愛我，你哋好自然就会咁啦。换言之，遵守命令做耶稣叫佢哋做嘅嘢，系一个自然反应嚟，系同耶稣亲身接触过、一齐生活过、经历过耶稣喺佢哋生命里边留低嘅痕迹嘅时候，
嘅一種自然反應嚟，冇得強迫，亦都唔需要強迫。嗱，呢一種講法咧，就同而家某一啲人或者係甚至某一啲組織嘅諗法咧，好唔一樣嘅。譬如有啲人即係會要求話咧，如果你愛我，你就一定要點點點點，你係應該要點點點做啊。譬如咧，你應該咧要喺一啲某啲特定嘅日子咧，就要送啲咩咩嘢俾我，咁你先至叫做愛我啊嘛。喺一啲咩嘅日子、咩嘅時刻裏邊咧，你一定要同我去呢度、去嗰度、去啲咩特定嘅地方，咁先至叫愛我啊嘛。你一定咧要聽晒我話啊，我話點你就點，咁先至叫做愛我啊嘛。我話食西餐，你就冇理由咧，即係咁 cheap 咧，同我去走去茶餐廳求其咧就食個即係晚餐 A、晚餐 C 咁就算數就唔得嘅啊。如果我話慳慳地，不如食碟碟頭飯算啦咁啊。咁你又冇理由啊！你就千祈唔好話咧，係要豪啲走去酒店咧食個自助餐咁樣，咁咧就唔愛我啦。有啲嘅團體，甚至有啲嘅國家咧，都係咁樣喎。喜歡咧，佢哋將一啲嘢咧係一啲要求嘅一啲條款咧寫到好明明白白，寫到好仔細。見到某支旗嘅時候，你或者某個徽號嘅時候，你一定要肅立敬禮啊！聽到某一首歌，你一定要覺得感動，要熱淚盈眶。如果唔係咧，就表示你唔愛佢，即係唔愛呢一個國家。然後再發展到就係點樣樣咧？有啲問題你係唔可以討論嘅，你討論親嗰啲問題就唔愛呢個國家。有啲嘅歷史事件你唔可以反思，你唔可以咧重新評價。有啲嘅問題學校唔可以討論，唔可以攞嚟做考試題目。否則咧，係傷害咗呢個國家嘅人嘅感情。仲有，如果領導人話 A，你就唔可以話唔 A，唔可以話咧 A 可能有問題，甚至唔可以話 A 呢樣嘢咪值得商榷哦，咁係唔啱，係唔得嘅，咁係唔愛國。假如領導人話 B 唔好啊嘅時候，你亦都唔可以提出任何嘅異議，話 B 其實冇乜問題。B 其實可以考慮嘅喎，咁樣亦都係唔得。但係耶穌唔係咁樣樣。喺呢件事情上面，我哋常常都搞錯咗，搞錯咗咩嘢咧？我哋常常以為耶穌係要求我哋，如果愛佢就一定要遵守佢嘅命令，但其實佢唔係咁嘅意思啊。喺約翰福音14章呢度，耶穌冇咁樣講，耶穌只係話俾我哋聽。如果我哋爱佢嘅话，我哋就自然咧系会遵守佢嘅命令。意思即系话，我哋自然就会做咗佢叫我哋做嗰啲嘢，亦都做佢自己会做嘅嗰啲事情咯。门徒听到耶稣咁讲，你会有咩反应咧？我哋不难想象，其实耶稣咁样讲嘅时候，门徒心底里边会有一个疑问嘅：喂，如果我做唔到，咁点算啊？如果我哋力不从心。咁又如何呢？如果我冇能力，我冇办法遵守到耶稣嘅命令，做唔到耶稣所做嘅，做唔到耶稣所讲嘅，咁系咪表示我唔爱主？系咪表示我爱得不够呢？咁样，所以喺呢个位，exactly 就喺呢个位嗰度，耶稣就话佢会求父，父咧就赐另外赐一位保惠师，使佢咧永远同我哋同在。永远同啲门徒同在。嗱，嚟到呢度个难题就系咁嘅样啊！呢句经文咧，耶稣会赐下一个保惠师咧，我谂大家即系翻咗教会唔使好耐咧，都耳熟能详。但系保惠师其实系咩东西嚟咧？或者有人一听到保惠师就以为系保卫我哋嘅咯，系咪？好似保镖咁嘅样。或者好似嗰啲即系动画片里边嗰啲地球保卫队啊，新世纪福音战士咁啊，保卫地球啊，保卫我哋噶嘛。不过呢个唔系地球保卫队嗰个保卫，唔系嗰个卫，系嘛？即系唔系做守卫、做护卫嗰个卫。呢个保卫师系对你有恩惠嗰个卫，系经济实惠嗰个卫，系惠州嗰个卫啊，即系大亚湾旁边嗰个惠州啊，嗰个卫。咦？咁呢個保衛師呢個詞彙，呢、這個名詞究竟係咩意思？咩為之保衛師咧？
我就發覺保惠師呢個名詞咧，似乎唔係我哋現代嘅中文語境裏邊咧會常見到嘅一個詞匯啦。起碼我喺香港出世喺香港大，而家橫跨咗兩個世紀，除咗喺聖經之外，我從來都未聽過有人講保惠師，有人用保惠師呢個名詞，都唔知係咩嘢嚟。咁我唔憤氣啦，我就再上網咧搜尋下，睇下保惠師有咩人會講保惠師咯。果然就發覺真係冇啊！即係保惠師，原來全部搜尋到嘅出嚟嘅結果咧，都係喺教會嘅場景裏邊先至出現保惠師呢一個講法嘅啫。即係話喺現代嘅中文裏邊，呢個係一個純基督教所用嘅詞匯嚟。教會外面咧係冇人識嘅，亦都冇人用嘅。啊，咁點算咧？即係咁就唯有點咧？唯有咧就睇下喺聖經裏邊，本來約翰福音講保惠師嘅時候，嗰隻字究竟係咩意思咧？原來約翰福音裏邊保惠師呢度所用嗰隻字咧，喺希臘文嗰度咧係 Parakletos 或者 Paracletos，佢係指一個咧代你出頭、為你申訴、宣揚同埋守護你嗰個主張嘅嗰套主張嘅一個人。英文咧就即係 advocate，而事實上大部分嘅我所睇到嘅大部分嘅流行嘅現代嘅英文譯本咧，都係將呢個位咧譯做 advocate。advocate 大家好容易知道係咩嘢啦，係咪？亦都有一啲嘅小部分嘅譯本咧，會譯做 helper，即係英文嘅譯本會譯做 helper，即係一個幫助你嘅人，一個輔助你嘅人。advocate 咪就即係為你出頭啊！去即係伸張你嗰套嘅主張，即係推動你嘅嗰個嘅想法嘅一啲咁樣嘅人，嗰個就係叫你嘅 advocate 咯。原來聖靈呢一個所謂保惠師嘅角色就係咁嘅樣，唔怪得啊，唔怪得耶穌喺呢度話，佢會求父派一個保惠師啦。耶穌嘅意思原來即係話。門徒愛佢就會遵守佢嘅命令，即係做佢叫佢哋做嘅嘢，亦都會做咧佢所做嘅事。但係耶穌更加知道嘅就係呢一件嘅做法，呢一件嘅事情唔係一件咧簡單容易做嘅事，所以佢就應許門徒會求父派一個真理嘅靈啊！佢呢度跟住就話係真理嘅靈咧嚟做咩嘢？就係當門徒遇到挫敗、遇到困難、去氣餒嘅時候，會呢、這個保惠師、呢、這個真理嘅靈，會代佢哋出頭，會為佢哋申訴，會宣揚同埋守護佢哋所要做嘅事情，同時亦都係佢哋嘅幫助者，會幫助佢哋，讓佢哋能夠做得到佢哋要做嘅嘢。呢一個保惠師，正如我啱啱所講。喺聖經裏邊第17節就係話係真理嘅靈，而且耶穌亦都補充喺呢度話係世人所不能接受的。哇！一睇到呢度就真係令我恍然大悟，呢、這個真理嘅靈係世人所不能接受，亦都並不認識嘅，就令我恍然大悟咩咧？恍然大悟點解我哋而家呢個世界裏邊喺我哋周圍可以見到咁多亂晒大龍嘅嘢，咁多？呢啲顛倒黑白、指鹿為馬嘅事情不斷喺度發生緊。一啲本來係應該執法嘅人，係行使公權力嘅時候，佢哋明明有啲時候係濫用咗佢哋嘅權力，係過咗界，係做咗啲佢哋唔應該做嘅事，但係竟然有人話睇唔到，有人係選擇睇唔到，甚至有人話佢唔能夠接受，有人話嗰啲人係。過咗界係濫用咗權力，仲有一啲本來係好平常嘅，根本歷來自古以來都常常會出現嘅一啲考試題目嘅類型，喺呢個時候突然間竟然話係唔能夠討論，係唔能夠用嚟考試啊！即係都唔知發生咩事。真相、真理，原來未必係所有人都能夠接受。甚至係可能係真係好多人都唔能夠接受到，就正如真理嘅靈唔係世人所能夠接受，唔係人人都會認識嘅，係一樣。
但系因为对于门徒嚟讲，因为有真理嘅灵，有保惠师守护住门徒，代佢哋出头，为佢哋申诉。所以耶稣喺呢个位，佢再次强调，佢唔会撇下门徒成为孤儿。呢度就呼应住上一次嘅经课，上个礼拜日嘅经课，我哋所讲嘅，耶稣喺嗰度三番四次强调，佢去系为门徒嘅预备地方，而且佢仲要再翻嚟。所以我上一次都已经话，耶稣去唔系 abandon 我哋，唔系撇下佢哋成为孤儿。喺呢一段嘅里边，耶稣呢一次就真系讲出口，佢就话我唔系撇下，我唔会撇下你哋成为孤儿。因为有保惠师呢一个真理嘅灵系与你哋同在，然后到咗后来临尾嘅时候，耶稣再一次强调，佢话有咗我命令而又遵守嘅人就系爱我。第21节佢咁样讲，呢度耶稣系用咗另外一种嘅方式，另外一种嘅换过另外一种嘅句法，一种嘅句式，其实讲翻开头嗰种嘅说话，有咗佢嘅命令。又遵守佢命令嘅人就系、是、爱我咯，爱我嘅人就会遵守我嘅命令，有遵守我命令嘅人就系、是、爱我，一样嘅意思。咁耶稣嘅命令究竟系乜嘢啊？各位，耶稣嘅命令，如果大家沿住约翰福音先前嗰几章亦一路睇落嚟，亦即系话我哋过去嗰咁多个星期嘅时代经课，从复活节之前嘅圣周时代经课，如果你跟住一路读落嚟嘅时候，你就会睇到喺耶稣吩咐佢哋，耶稣为佢哋做嘅系咩嘢？就系、是、耶稣系叫门，系为门徒洗脚啊嘛。耶稣为门徒洗脚，亦都讲到明，直情讲到明系话叫佢哋要彼此服侍，亦都同时系要服侍众人。耶稣又叫佢哋。系要彼此相爱，因为你哋彼此相爱嘅时候，众人就会认得出，其他人就会认得出你哋系佢嘅门徒。耶稣喺嗰几章里边，亦都反复咁样提到，佢自己系将要被牺牲，佢自己系面对紧死亡嘅日，呢、这个日子好快会到。耶稣系因为佢跟要同罪恶嘅权势同黑暗嘅势力搏斗，系正面咁样对冚，以致佢要牺牲自己。佢好明白呢一样嘢，呢、这、一个就系耶稣嘅命令，亦都系佢嘅榜样。各位，我哋生活喺呢一个时刻，不管系呢一场即系而家肆虐全球嘅疫情，呢、这、一个嘅疫症，又或者系疫症所带嚟嘅非常之沉重嘅经济嘅打击，呢、这个可以行话，好多经济学者都话系可能系。地球上面，我哋全世界，包括香港在内，几十年，好多个十年都未曾遇过嘅咁沉重嘅经济打击。我哋要面对一个即系经济嘅，唔单止系低迷，系一场大嘅经济嘅衰退。而与此同时，呢、这个疫症亦都带嚟我哋好多人，地球上面全球好多人，包括香港嘅人在内嘅一场一啲嘅好沉重嘅心理嘅压力、心理嘅负担。仲有就系、是。而家笼罩住香港嘅呢一啲嘅政治嘅阴霾，或者系阴谋，种种嘅，无论系政治嘅、心理嘅、经济嘅，都令到我哋系非常之忧愁。就好似过去嗰几个星期，我都同大家提过几次耶稣嗰种嘅忧愁，其实亦都系一样。不过有趣嘅、可圈可点嘅就系、是、耶稣喺。第14章嘅结尾嗰度，即系离开咗我哋今日经课啦。我哋经课只系睇到系14章21节啫，但系离开咗我哋经课，去到第14章嘅30节嗰度，耶稣系讲咗两句非常之耐人寻味嘅说话，而呢两句耐人寻味嘅说话，亦都带嚟俾我哋好多好大嘅挑战。喺嗰度，耶稣话：我不再和你们多说了，我唔多讲嘅，唔讲咁多啦。因为这世界的统治者将到，他在我身上一无所能。喂，讲紧咩嘢啊？呢度这世界嘅统治者将到嘅意思，即系话嗰个最邪恶嘅罪恶嘅权势嚟到啦。但系耶稣竟然话嗰股
终极嘅邪恶嘅力、暗黑嘅力量喺佢身上一无所能，乜嘢都做唔到。嗰股邪恶嘅力量系冇符嘅。呢度就令我谂起咧，我相信好多人都会谂翻起咧，就系、是、耶稣喺另外一处、喺另外一段嘅经文，喺马太福音十章二十八节嗰度，佢曾经提过，佢话：那杀身体不能灭人灵魂的，不要怕他们。啊！殺身體不能滅人靈魂的，不要怕他們。原來對於耶穌嚟講，呢、这、一個世界嘅統治者，呢一股非常之我哋認為非常之終極嘅黑暗嘅力量，只係殺身體，唔能夠滅靈魂。所以耶穌唔驚佢哋，耶穌亦都叫我哋唔需要驚佢。然後之後喺我哋約翰福音呢度之後，耶穌仲話：起來，我們走吧。即係呢個世界嘅統治者嚟到啦，呢股終極嘅黑暗嘅勢力，佢迎面咁樣撲過嚟我哋嗰度。但係耶穌話：我哋起來走吧，唔係叫我哋走人，而係話我哋唔可以因為咁樣，我哋唔可以再坐喺度，唔可以再匿埋，唔可以再歸宿，唔可以再被動，而係要起身、起行、要起鬧，我哋要開始要行動起嚟。各位今晚的時代經課咧，時間到此為止。下個星期日咧，就係復活後的第七主日，會是呢一個系列的時代經課最後一次。之後咧，就去到聖靈降臨節。咁我哋時代經課咧，亦都會喺下一次之後咧，就會稍為咧係休息，即係唔知道幾時咧再同大家見面嘅。若是可能呢，如果你能力啊条件是许可的话呢，你亦都愿意的话呢，请你继续不要忘记呢支持我们时代经课。你可以透过FPS 啦的转数快呢转数给我们，或者是直接存入我们的汇丰银行的这个的户口。咁下个星期日晚同样时间我们再见。再次呢是时代经课复活后的福音经课默想。If you love me, keep my commandments, and I will pray the Father, and I will pray the Father, and he shall give you.Thank you.